足瞬间多了10公里远。然后呢，到了就是前面有一间叫罗浮所，听说他们的汉堡非常好吃。两位，对，你们坐外面可以吗？那边，嗯，外面那边，这边吧，对。这边真的非常舒服，然后旁边就可以看这个来福士广场中间的一个小公园。旁边呢，那个是 Stay Real， 昨天经过晚上也很多人，没想到平日白天也是排满了人潮，很夸张耶，大家都不用上班上课，感觉很像假日怎么样。点都齐了，就是点了两个这个招牌汉堡，然后餐前面包跟那个 Trini's 的热茶。开动，然后它这个椅子我觉得很舒服。间的本尊好吃吗？完食，然后现在就是要等同事来接，就准备出发去安徽了，吃饱出发。天哪，这个满满的人潮，还有一个小 baby 在地上爬，会不会太可爱了？然后就连这边草坪上都一堆人直接坐在这边，适合野餐也白天。这种国产，对啊，终于
烤鱼来了，超大一只。在愚园路上，这间店真的永远是引领那个节庆的潮流，马上从那个万圣节又变到了圣诞节风格。然后那边还有一个小圣诞市集，哦，它就是在这个广场旁边开了一小个，还有热红酒，还有咖啡饮料，就这样一小区，这氛围感也太足了吧！拍照应该超美。原本是我一直很想要来的咖啡厅，还没有来到，它竟然换了一间店面。天啊，这里是什么？哦，一样是咖啡，可是它换了一个风格，应该是别间咖啡厅。这边店面也是一个月就可以换一间的那个速度。换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，我上次来原本是上个月想来的，结果一个月就换掉了。它还有一些分香的东西，复合式的，整间店都好香哦。然后这边是可以喝咖啡，然后后面那一区是要预约的，应该也是卖一些分香的东西。当亚当弄了一个圣诞风格，他们都很喜欢让那个圣诞老人爬墙壁，也很可爱。然后这边也是圣诞树，这边也还蛮可爱的。刚跳完舞，然后来这个 Bakery Spice 点了一个这个。我想要找位置坐，假日人还挺多的。做一个靠窗，跳了一堂舞蹈课。现在中午有一个小休息时间，然后等下还有一堂。那先好的，谢谢，谢谢，就完成了。但是这一间 Bakery Spice 没有来。发型大家觉得不一样吗？我早上就是弄了一个那个电棒卷，然后我觉得还蛮好用的，看起来蛮自然的一个自然卷发。然后现在要出去，我今天有一个日记，所以要去那个滨江绿园那边有一个沙特市集，到今天的，所以现在赶快出发，已经迟到了。到国际客运中心站了，然后现在要走到那个滨江那边去，刚下地铁，然后我朋友已经到了，
又是一个大迟到，他说人超级多，天哪，今天周四哎，上海人真的是不需要上班的吗？问号，因为今天是那个沙特市集的最后一天，然后他是下午2点到晚上10点的时间，他只有好像只有闪4到5天吧，所以时间很短，然后他已经在排队了，所以我现在赶快去跟他集合。穿越这个东西，这好像是国际客运中心站办公的地方，它的建筑其实还蛮特别的。先这样，马上到了，然后今天好雾哦，不然平时应该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对面的建筑物，可今天就糊糊的。天哪，我已经看到一个人潮了，满满都是人，夸张哎！然后这边是不开放，它是出口，所以我要走到前面去。然后这边不知道盖了一个什么新的小乐园，上次我还没看到。他们这边盖东西真的很快，像是给小朋友玩的这里。结果排队是从这一边开始排进去，我的天哪，太夸张了啦，这么多人，好扯。阿拉伯风格，天呀，有点像是动物园。小时逛5分钟出去，来这边喝咖啡休息一下。那个沙特太令人失望。这间在外滩旁边的麦子也蛮美的。在这边一个市集，感觉比那个沙特美太多了吧。